冯潇敏六岁起学书法，出国前以书法和山水国画见长。1988年，冯潇敏来到法国留学，一旦开始接触西洋画，油画的色彩立刻给了他巨大的冲击。东西方的绘画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念，看得多了，接触得多了，中国画的抽象空灵、线条的意蕴与西洋画中的色彩运用，在冯潇敏的画中就被自然而然地柔和起来了。冯潇敏开始将油画的色彩与水墨的清雅结合，使得作品具有抽象油画的蓬勃飞扬，又让人体悟到水墨的灵动流淌。初看冯潇敏的画，果真是诗意扑面，再看画中沉淀着比诗更深厚的东西。其实我是六岁开始是先是从书法入门的，完了以后慢慢到了16、17岁的时候开始慢慢学绘画了一样，但是当时主要是学的是中国画，一直到20多岁去了法国以后，就学西画了，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就完全变成西画美术。我的绘画当中就是把色彩那一块呢，就是比较讲究的是用西方那个色彩组合，完了东方的我所以前小时候学到那些个东方的元素，就是那些个什么运笔啊，那种水墨画那种淋漓自尽那种感觉的东西呢，我就尽量把它能够融化到那个这个画面中间，跟西洋画的那个色彩融化在一起，有上海人的抽象的味道，无论从色彩，从他的画面，他都有一股骨子里的上海的味道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儒雅的、经典的、沉得下来的，就是耐。